Hello，大家好，刚刚去取了一下快递，等一下拆一下，看是什么东西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就这么小一个东西，加之岛五常常粒香米，好，是米，2.5千克，5斤的一袋米。包装很不错呀，你看，加之。给家人一份品质生活，我尝尝点米，这包装很不错，不知道米怎么样？拆开看一下，好精致。这么一袋米，看看怎么样？大家猜一下这一袋米多少钱？看着还很不错，不知道吃起来好不好吃。